跑掉了，正面马都跑掉了，你回身从这边回身，先跑，你也开上，你就别上，帽子过了再走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开始拉磨汗。我们要拍马的时候，就要看它那个启动的时候，要有足够的地方给它起跑，要有条跑道。 然后他们马队会检查这些转弯啊，这些坡道啊，这里下面坡道啊，能不能翻过去那条路怎么样走，全部要叫他们确认的，不是说草原骑着马乱跑的，前面可能一下去是一个大坑的，所以拍马也是很麻烦的，因为它有危险性，马一摔腿可能会断了，基本上就要人道毁灭了啊。